这个影片哈，我们将会派人去了解，因为我们委托设置驾训班是不能作为驾训以外的其他用途。好，我们会去跟驾训班了解，如果是说这个民众是硬闯私闯的部分，我们会请业者要做好门禁跟场地的一个管理。那如果驾训班有同意的这个状况，我们会发文去警告业者，不得那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处一个让民众进去做其他用途的一个使用。那如果再发生的话，我们会采取用减班的方式来处分。如果严重的话，我们会做最后做停班的一个处分。好。